嫁入豪门规矩多，安心亚遭彭花干爆料。那如果说她嫁入豪门的话，就她身上不可以有刺青。为什么嫁豪门不能有刺青？你看安心亚手背上有一只蝴蝶，她屁股上面还有一朵玫瑰，我跟你讲。我知道我屁股上有玫瑰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